慈悲为本，佛之弟子应有爱己之心，并推己及神，推人及物，哪怕是飞蚊虫蚁，也不能肆意伤害其性命。佛教讲求慈悲，作为佛弟子的我们，切不能伤害世间万物生灵。是啊，杀生是佛门大忌，世间万物的生命都跟我们一样珍贵，杀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千万不能做的。我从今以后也不应该杀生。哎呀，这是什么？哎呀，是只蜜蜂，好险啊，刚才要是被叮到了，那可就麻烦了。对的，赶快把它打死，要不然再飞起来叮到人，那就糟糕了。对对，赶快把它打死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们怎么能打死他呢？刚才你们还说过从今而后不再杀生呢。可是如果我们不打死他的话，他很可能会叮到我们啊。是啊，如果他叮到我们，那要怎么办呢？蜜蜂啊，你怎么飞到我们家里来呢？来，你爬到报纸上，我把你送到外面去吧。天啊，他竟然听得懂你的话耶。哦，小蜜蜂啊，赶快飞走吧。刚才我还说世间万物的生命跟我们都一样珍贵，杀生这样的事情是不可以做的。没想到你们竟然还想杀这只蜜蜂。可是它真的很危险啊。对啊，如果它叮到我们那怎么办啊？只要我们心存善念，别说是蜜蜂了，就是蜈蚣、蝎子这样的毒虫也不会随意伤害我们的。啊，你说蜈蚣、蝎子也不会伤害我们？可是它们都是有毒的，怎么可能不会伤害我们？说实在的，我原本也不太相信，不过有一次我亲身经历后，就对这种事坚信不疑了。你有过什么经验呢？对啊，快说给我们听听。于是刘先生便说了一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。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。那是7年前的某一天，那时候我的儿子才刚刚学会走路。宝贝，快快走到妈妈这里来。妈妈，妈妈。乖儿子，你真棒。我回来了。宝贝，你爸爸回来了，快去亲爸爸一下。爸爸，爸爸。哈哈，乖儿子，来亲爸爸一下。你儿子这几天走路走得越来越好了。当然喽，也不看看他是谁的儿子。爸爸，爸爸。对，你真是爸爸的乖儿子。儿子，去厕所帮爸爸把毛巾拿来好不好啊？毛巾，毛巾。你呀，拿个毛巾也让儿子去，真是有够懒惰的。我这是让他多练习练习走路。啊，虫虫，好多脚的虫虫。好多脚的虫虫，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哎呀，老公，你快来呀。啊，怎么了？当时在刘先生家的厕所里，竟出现一条硕大亮黑的蜈蚣。蜈蚣身有剧毒，如果被咬到，将会危及生命。虫虫，虫虫，儿子，你不能去碰它。家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蜈蚣？如果让它咬到小孩，那后果可不堪设想啊！老公，你快把它弄死。你快拿个木板来。哦，好。快快打死他，别让他跑了。就在刘先生准备用木板打死这只蜈蚣时，他突然想起了教导他佛法的师父曾讲过的话。佛爱众生，不离众生，慈悲心是佛教最基本的教义。当年佛陀尚且割肉喂鹰，可见无私的慈悲何其伟大。因此我们作为佛弟子，切记不可伤害万物生灵。哎呀，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蜘蛛啊？不能踩啊，
你怎么会想伤它性命呢？师父，蜘蛛是有毒的昆虫，难道我们不应该杀死它吗？我过去是怎么教导你的？佛弟子应该以慈爱为本，世间万物的生命我们都不能去伤害，即使它是一只毒虫，我们也应该平等慈爱，何况杀害了它也是犯杀生戒的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南无阿弥陀佛。蜘蛛啊，你快离开这里吧，这里不是你应该待的地方。啊，他真的走了？你以后也要记住，任何生命你都不能去伤害它。是，师父，我记住了。快打死他，你还愣着做什么？我不能这么做，我不能夺走他的生命。那也不能让他留在我们家里呀，万一伤到儿子该怎么办？是啊，我不能伤害他，也不能让他伤害我们儿子。有什么办法能不伤害他，又能毫发无伤地将他弄到屋外去呢？这时刘先生想起了师父放生蜘蛛时的情景，于是他也对着那只蜈蚣口念佛号说起话来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蜈蚣啊蜈蚣，你的毒我们都很害怕，你进入家中令人不安，我不愿伤害你，更不愿家人伤害你，请你爬上木板，我带你出去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天啊，他好像听懂了你在说什么耶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现在已经到了外面，这才是你应该待的地方，你快离开吧，不要再跑到我们家里来了。这件事情对我的感触很大，我也更加坚信了师父的话，世间万物我们都不应该去伤害他。哎呀，今天多亏了你及时制止我，否则我可就犯下了杀生的恶行啊。以后我们可要注意了，千万不能再犯像今天这样的错误了。Namo
分。Me